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12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26首诗。清明日，雁梅到市房。作者孟浩然。林卧愁春尽，开轩懒雾华。忽风轻鸟使，邀入赤松家。丹灶初开火，仙桃正发花。童颜若可住，河西坠流霞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